Joanna. True love speaks from the heart and gives you chills. Once it does, you may not want to let go. New McCafe Cherry Berry Chiller at McDonald's. Made with 100% fruit juice with natural flavors and blended with ice. Love it while you still can. The simple joy of unquenchable love. 新人王初赛将在10号在南加州热情开唱，一共有全美30名的选手来挑战。在北加州诞生的6名选手，其中有2名是北加州的青商会歌唱比赛的冠军跟人气王，究竟他们的实力如何？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 轻松拉出超高嗓音，带着黑框眼镜的洒脱哥杨博涵，在北加州青商会的歌唱大赛中轻松婉转每一个音符。不只具备歌唱冠军的实力，其实他还有许多音乐才华，让人欣赏。我工作蛮久的，可是我对音乐这种东西其实很感兴趣，从小到大都很感兴趣。我也会弹很多 instruments， 然后我自己也做很多曲，做很多歌，而且I've been producing a lot of artists。 On the side， 不只有杨博涵的轻松洒脱，歌唱比赛中的另外一匹黑马就是这位军装笔挺的人气王庄建华。虽然舞台上演唱超激动，不过没想到一下了台竟然是一位腼腆大男孩。有比赛不会放过，然后在有一次在 Facebook 那边看到了这个比赛，就想也没有想就来了，没想过参加了 iSing 就有那么大的机会可以去东森新人王。观众想看两位大帅哥的精彩演唱，就不要错过将于8月10号星期五晚上6点在 Bowen Park 表演艺术中心所举办的2012年东森新人王初赛比赛凭票入场，欢迎民众从即日起拨打新人王云端热线索票到现场感受紧张又刺激的歌唱大赛。东森新闻叶宏志、乔金科、彭迪在北加州的综合报道。